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，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？字不如表，表不如图，图不如视频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讲师。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。我的目标是够全、够新、够精。听高老师细说 PHP。大家好，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子。妹子，上节课呢，咱们介绍了什么运算符啊？逻辑运算符。逻辑运算符，逻辑运算符都有哪些符号啊？逻辑语、逻辑或、逻辑或、逻辑异或、异或、非、逻辑非。对，取法，对吧？取法。那这是上节课咱们学的逻辑运算符，那这节课学的呢，有点跟逻辑运算符相似，但是实际用法很不相似的一个运算符——谓运算符。这么多运算符中，谓运算符将是一个理解的难点。但是呢，大家不用担心，稍稍有点印象即可以，因为在 PHP 的开发中，使用谓运算符这种符号进行计算的比较少。如果大家思维逻辑比较强，那么一般的运算都可以采用谓运算，那谓运算的效率是比较高的。那咱就了解什么是谓运算。那要想了解谓运算符，首先咱得了解什么是谓，对吧？来，咱们打开一个笔记，这块看一下谓运算符。运算符号，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谓，咱们是按谓运算，按谓运算。那有的说，那什么是谓呢？那记不记得前面咱们在讲一些知识点的时候，咱们说过，你看啊，还记得妹子这个 Hello World， Hello World， 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字符串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字符串是用什么？是由两个单词组成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是由 hello 和 word， 这不废话吗？是吧？有两个单词组成的。那么单词 hello 又有什么？五个字母组成的 ，h e l l o， 是不是这样的？而字母又在咱们计算机里面用二次开码组成的，对吧？还记不记得咱们前面取过 H 的二次开码是多少了？忘了，104。104。对吧？104。而104是计算机里是一个二次开码，而104又对应什么？它是一个整数，对不对？一个整数这块，咱们说了，是由什么？32位，什么0和什么一，那零和一就是咱们所说的什么进制啊？二进制组成的，也就是104是由32位零一组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谓运算就指的就是零一这32位，听懂吗？当然了，如果你要是用的是浮点数，那它是由64位组成，对不对？那由64个零一零一组成的。所以所谓的谓运算就是什么？二进制的运算，对吧？那比如说104咱们换算成二进制是多少呢？记得前面我给大家说过一个二进制算法，比如说32位，1234567 8，这是一个八位，对不对？1234567 8，1234567 8，1234567 8，对不对？那对于 PHP 来说，第一个位是符号位，这个位是符号位，听懂吧？零表示正数，一表示负数，听懂吗？是这样的。那真正存储数据的位就是什么？后边的31位，对吧？所以妹子现在知不知道谓运算符的位指的什么？是不是就二进制的每个单元，每个零一零一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每一个位都参与运算。那104是多少呢？咱们看一下，在二进制它是怎么存的。它分别，既然是二进制，最后一个数是二的零次方，然后二的第二是二的一次方，二的二次方，二的三次方，二十四次方，二十四五次方。那最高的一位，除了符号位，
这就是二的三十一次方，明白吗？所以它存的最大的值就是什么？全是一之间相加，每一位都是二的一次方。比如说，假如说我这块存个一，这块存个一，这块存着一，对不对？嗯。按照刚才咱们的逻辑，最后一位是二的几次方？零次方。二的零次方，这儿呢？二的一次方。二的零次方是几啊？一。那二的一次方呢？二。二的二次方呢？四。四，然后呢？八，然后十六，每次都是二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三十二，对吧？那按照刚才能说的，有一的位，这是三十二位的，对不对？是一，然后这块是八的位是一，二的位是一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这个现在表示的值是多少？这几个位数相加，有什么？二的位、八的位和三十二的位，对不对？三十二加八，四十，加这个是不是四十二？对吧？就这么换算是最方便的一种换算方式。我还加一，后面啊，后边那不是零吗？二的零次方吗？对不对？那所以说，咱们要想让一百零四换算成二进制，那咱就看一下一百零四等于多少加多少呢？二的最大次方往下算，比如说一百二十八，六十四的二倍是多少？一百二十八吧。那一百二十八超不超过一百零四？超过了吧？超过了。那就得什么？六十四。加上，对吧？然后剩下的数，你要还是六十四，肯定超过什么一百零四了吧？那二的几倍？你看三十二，就能明白这意思吧？就是让它尽大的最大的二的次方不超过它本身那个数就行了。那这俩先加是多少？九十六。那一百零四加九十六还差几啊？九。还差多少？那个八。八，你看。对不对？那现在你看64 32 8这三位相加等于104，对不对？那就看在二进位上哪个是八位的。第一个是二的零次方，不是，对不对？三。对，这块不能写八，写一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这块是32位64位，是不是11000，对不对？这个值现在就是什么？104，听懂吗？这就是让大家了解位运算，先了解位。计算机的所有存储的最底层单元就是二进制，听懂吗？那二进制的出现才出现的机器语言，大家记住这一点。就像你现在抬头看一下你们所在的房间那盏灯，对不对？像我们教室现在一共有八盏灯，对吧？那你这八盏灯你能组合出多少种状态来？为了你想一下，八盏灯能组合成多少种状态？八吧，它应该是排列组合的那种。你想想怎么去组合？八种灯，灯只有两个状态，一个开一个关，对吧？八个灯，每个有两种状态。你看到这个了吗？咱们三十二个零一零一能有多少种状态啊？能表示多少种状态？32的32次方，对吧？那如果八盏灯，咱现在不说八盏灯。咱就说一盏灯有几种状态？两种。一盏灯是不是两种？一个开一个关，对不对？对吧？那连两盏灯呢？两盏。二的二。两盏灯是几种状态？四种。四种状态，对不对？一个开三个关，两个开两个关，对不对？全开全关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就二的有几个就二的几次方，对吧？像现在咱们这个教室一共有八盏灯，对不对？二的八次方的状态。听懂吗？那现在这块一共每个一位就看成是一盏灯的话，现在有多少位啊？三十二位。他说去掉一位是三十一位，对不对？那它最大值就二的三十一个状态，那也就能表示二的三十一次方个整数的值，是这样的吧？所以刚才的换算是那个相加的。大家这个算法不懂不要紧，现在是科技时代，对不对？如果不在考试中出这个题的话，平时在工作中给你换算二进制，我教大家一个更好的方法。听懂吗？这个方法一般不外传的，那就是怎么算最方便最方便。听好了，使用计算器。看到了，这是最方便的。你看啊，计算器这块有一个什么科学型，现在我输入一个十进制的104，看到了吗？我选一下二进制，选择，看一下这个。哎，
跟刚才他算的结果不一样啊。我刚才选的是十进制的啊，140了，我说不对吗？咱选的要选的多少？104。对，104等于不能等于，转成二进制。110，那就是刚才咱们算错了这个位数。你看啊，64+32+40，哎，对呀，是104啊。那它的位置就错了，二的零次方。二的一次方，二的二次方，二的八次方，3次方，对吧？这是216次方，是不是16次方？这是32次方，这是64次方，是不是这样？64、32、16这没有，8这有，对不对？中间隔一个呢，所以110000。那咱看计算计算的什么？是不是110100，对不对？是刚才咱们马虎了这块啊，这个值咱没算错的，只是咱位数给这块给错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位运算中的位的概念，对吧？你程序最底层内存里存的、硬盘里存的、CPU 运算的，比如说现在 CPU 32位 CPU、64位的 CPU， 那指的是什么呀？那个位数吗？对，指的是什么 ？CPU 一次处理这个位的，比如32位 CPU 一次就可以处理多大？多少啊？32个00。如果64位机器都说快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一次性能处理64位00，对吧？然后 CPU 是有主频的，在每秒钟能处理多少次？一次处理32位，对不对？这就能计算出 CPU 的一个效率来，听懂吗？所以说，咱们如果对二进制非常了解的话，写程序直接操作这个0101，这个效率是最高的，听懂吗？直接操作底层，而操作底层直接操作是最方便的，但是什么呢？特别的抽象，在以前的程序员，特别写C的程序员，一些算法上，比如说加密算法或者什么算法，都采用二进制的计算来完成的，听懂吗？而现在的什么？现在咱们因为现在新的程序员硬盘比较大，内存比较大，对不对 ？CPU 比较快，所以很少人去往底层去想了。比如说操作这个是最麻烦的，多抽象的，对不对？那操作哪层最方便呢？比如说 Hello World， 我直接操作这个字符串是不是最方便的？让字符串变小。我操的底层也能要上那个 Hello World 的变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怎么呢？这个是最好理解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操作这个，它计算机帮你计算这一层一层一层，最终还是操作底层，是这意思吧？这就是位运算符中的位的概念，对吧？那具体位怎么去处理，那就需要位的运算，听懂吗？才能实现我们的效果。那位的运算就是我们下节课需要跟大家讨论的位运算符，好吧？好，谢谢大家。那这节课咱们就介绍到这里，这节课只介绍了位运算符中位的概念，下节课有什么运算符，咱们下节课见。好，再见。Thank you.